月七日晚间，有一名男子穿着土地公服装乞讨一案，本分局目前未接获相关报案，为该名男子之行为恐触犯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2条第一项第一款之规定，于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乞讨教化不听劝阻者，可处3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币12000元以下罚款。本分局亦将加强周边道路之巡逻。你在创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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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给人偷钱啊？吼！离开，回家。没叫警察来，对你来讲是没用的嘛。劝告你多少次了？叫录音啊！你只要拍摄无无效，我给公馆改啊，三四改啊。又给人偷钱，你无法无办法哟。罚1000块，你就甘愿哟啦。离开。乱七八糟。